三义圣灵宫北部参香活动。关西黄德宫，关西黄德宫，心中便要拾阶而上了。可以令其引导下进入大殿。手执黑令旗的刘副组长很认真专注，信众们持香进入庙门。本宫神教在心，拜庙之礼。信众们陆续进入正殿，端进香盘手在正殿前采屈心步参拜。黄德宫正殿雄伟壮观，关西黄德宫正殿主事济公活佛，赖主委带领干部们向济公活佛及列位神尊敬拜。信众们享用餐点后，也准备回城了。三把四楼。我们出去来喝完了吗？